这组孔梅圣贤造像源自于江一子先生的深厚文化底蕴，对《论语》的深刻体认以及精湛高超的艺术技巧创作而成。江先生一生多经历，他曾经受国画大师吕佛亭教授及普心愚先生等指导，并到当时位于台中雾峰的故宫博物院临摹画作，以古画为师。其画风多样，山水、人物、花鸟、工笔、泼墨无所不能，举凡书法、诗词、文物、塑像、盆栽等莫不精通，总刮其一生的创作可谓以逸载道。江先生16岁时亲近恩师许儒老人，以诗词经学入门，跟随老人身边广学办事，特别在格局、气度、见识上都蒙自于许儒老人的亲自教导。所以许儒老人虽未常教导绘画一事，但江先生说，许儒老人是我真正的国画老师。江先生曾于1999年在美国洛杉矶博物馆第一次看到大量出土的中国秦汉陶俑时深受启发，回到台湾立即结合对敦煌彩绘及魏晋制唐的造像之观察了解，加上对西方罗丹雕塑作品极富哲学思维的感动，第一次捏塑了50几件小陶像。后来在台北画展中，当时的台北市长马英九先生看到塑像组，称说精彩，并建议若能塑成大件作品必更有可观。由此因缘启发了江先生，最终完成了这组孔门圣贤造像，同时并捏塑了同样规格大小的唯一现代人许儒老人，将文化重在传承的意义表露无遗。许儒老人任职孔子奉祀官府主任秘书50年，与孔奉祀官德成先生二人师资道合，其力将孔门一脉绝学重振于一方，将孔子根本思想弘扬于天下。今以塑像形式将许儒老人列入孔门圣贤中，正说明中华文化儒家思想的一脉传承，而此正是江先生塑像的心意所在。导览者唐余林先生曾任职于台湾故宫博物院，长期深入文化，博学多闻，且擅长以浅显易懂的诠释方式，巧妙地带领大众从艺术作品深入文化的内涵。